你要左脚交换坐。嗯。那是不是就像这样？然后再，那要怎么换？这样。你可以的方式，因为这个动作我没办法做，所以没办法告诉你正确转换的方式。然后跳起身哦。小宝他怎么做的？我那时候是单边。单边哦，好吧，那你就单边各20下好了。那我先做右脚。嗯。8 9 10